看一下。哦，看起来可以。好，我们再一个好了。更紧一点。好，来准备哦。好，来三二一，走。好，我应该刚刚那个比较好。花生就是带壳花生吗？花生吗？无壳花生应该也看得出来那是花生啊。嗯，可以看你要带无壳好了，无壳好了。无壳就比较小。没关系，我们先试无壳。花生哦。啊，先是有壳的，好了，先是有壳。比较重。也还好。好，那就来吧。啊，来哦，三二一，走。来，看来有壳比较好。那我们再稍远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哦。好，三二一，走。再一个。可以。那怎么样让它更散一点？还是刚刚火都有，好像有点太集中了。可能80%是集中，然后20%可以有点散之类的，我不知道，试试看。好，来哦，来三二一，走。再一个，好，来哦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，再一个。我甩轻一点。好，甩轻一点，看看。好，来哦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哦，好，这样好像比较好。好，这个应该也可以了。换奶油，换奶油。